日前在兰屿大船下水祭活动，发现有对从台北来的情侣赖信宏与沈千惠。在活动之后，女生便悄悄地换上婚纱，男生则穿上了兰屿当地丁字裤。原来是沈小姐接受了穿着勇士丁字裤的男友求婚，于是就在拜访号前面接受朋友们的祝福，恰巧遇上台东县长黄县长，也与县长合影留念。本台记者访问赖先生，但这对新人实在太害羞，不好意思上镜头，以口述表示兰屿实在是个风景宜人的好地方，刚好这次遇上兰屿大船下水活动，所以鼓起勇气向女友求婚。我们也希望台东能够把台东打造成一个婚礼观光的圣地，就是能够度蜜月、拍婚纱、宴客的一个最好的场所。那我们也知道台东其实不只是纵谷、东海岸或者是南回原住民部落，还有我们还有两颗珍珠，就是绿岛跟兰屿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在兰屿的一个拍照，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，想结婚的、想拍婚纱的，知道其实台东有非常的漂亮的景点哦，能够让你来取景。赖先生表示，得知台东县即将办理观光婚礼活动，所以也有打算今年与女友在台东县举行一场美丽的婚礼。东台新闻综合报道。